转转磨石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就是你有没有玩过塑胶玩具？那、啊、这个东西就是拿去融，然后融了之后，你再灌到那个你要的形状里面，它就會变成你要的塑胶玩具，是这样吗？好，不管那么多，这个东西呢，它可以放在桌上，像这样，它有一边是圆弧的，一边是平的，圆弧的朝下，你会发现它会自己转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风。有没有转过椅子？好，正常来说，你这样一推之后，它会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转到它自己停下来，对吧？但是魔术师啊，摄影师不要笑，但是魔术师啊，他可以去控制这个，他可以去控制它。比方说，来，我们来做个举例，来喽。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摄影师不要笑，你从头笑到尾。我们再试一次，我刚才这个超神，但是一般的人来，摄影师右手接我，任何时候弹手指，你发现都是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魔术